大家请合掌。啊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大佛顶首楞严经，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，疏钞讲记。诸位大德同修，吉祥，阿弥陀佛。我们上一次学习到第52页那这一段呢，我们稍微复习一下从51页提到的因为从十二如来他的称号当中都有光，光是表智慧，那清净心呢，才有智慧，但这51页里面提到，凡夫垢心呢，本落黄土，黄河，黄河，这个用黄河比喻我们的心不清净，其实清净心呢是本有的真心，肯把贪嗔痴，是非人我名闻利养放下，就能恢复本有的清净心，本有的。要有信心，可以恢复，本觉本有，一定可以恢复，信为道源功德母我们对自己没有信心佛菩萨要加持我们了，加持不上，被贪嗔痴慢疑这个疑障碍住了。那不觉本无，一定可以去掉。这些烦恼是妄心、妄日虚妄，不是真的。你把它当真，它才障碍我们。所以正念现前，我们正念提起来了，真心现前了。念佛即是自心现。这一句佛号，字句分明的念，这些杂念进不来了，邪念自然污染不上。所以不觉本无，一定可以去掉。大乘起信论这8个字我们在一切境界要提起来这样才有信心，不会退缩，不会自我否定。那这里还提到外道妄想，亦如奔马。这个都是用比喻，比喻比较具体。黄河，哇，很浑浊当然，三时系念。诸位同修，8月31号、9月1号有去参加法会吧？我看不少应该也有去做义工在这里随喜大家的功德，这个特别难得这个行宫长老主法还有我们各净宗协会配合。
啊，我们师父上人带领我们这个净宗体系呢，各自独立，但是需要的时候是相互支援啊，不能忘了下一句啊，不能只记各自独立，忘了相互支援。哦，而且我们工作配合啊，也是一门深入啊。比方说，这个交通组啊，哪一个净宗学会负责啊？他越做越专啊，一门深入啊，他在担任这个工作啊，就很熟练了。好，那37念不能做完了啊，就完了啊！啊，大家这10来天啊，有没有37念的法语啊冒出来？有没有？哦，那不能做完了，这些这么重要的法语都提不起来了啊！啊，须臾被念佛之心，刹那即结业之所啊，哦！所以不能不念佛，一不念佛，轮回心造轮回业了所以行住坐卧、穿衣吃饭，从朝至暮，从暮至朝，一句佛号不令间断。哦，包含37念说的清诸投于浊水，浊水不得不清。啊，念佛投于乱心啊，乱心不得不佛。哦，慢慢这些妄念呢，啊，这个就像那个。染污的尘土啊，哎，沉淀下来了啊！大家知道有一个物质叫明矾它投到污水里面，哎，慢慢的啊，这些染污的尘土啊，就或者啊这些脏东西啊，就沉淀下来好，所以妄想。千般皆不管，一声佛号要分明了，这个心就清净下来了啊，那这个又提的是外道妄想，亦如奔马啊，像野马一样啊，这个又是一个比喻了啊，外道妄想多啊。外道是心外求法，不能反观呢。佛法是内学，它向外了，大家去感受一下。当我们不是向内，一向外啊，就着相，就见人过了，或者着了相了，就起了恐怖啊、担忧啊。种种情绪，而这里的外道啊，并不完全指佛门以外，包括我们学佛在内啊。学佛的人一天到晚在那里打妄想，这个也是佛门里面的外道。六祖大师说：“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。”哎，见过就往外了，想对方的不好问题呀，一个接一个念头，那意如奔马，想想想想到还气得要死那这个都是妄想纷飞了但现在还有很多人呢，在想我过去是怎么样的。这过去烦恼了，过去我是不是学佛的？我是不是参禅的？将来我会怎么样？这都是打妄想。进一步啊，老和尚
强调了教下啊，我们是研究经教啊，宗门教下，宗门是禅宗啊，你看禅宗是离心意识禅，所以不能打妄想的。你一打妄想啊，心力不集中了，定不下来了。好，那虽然是研究佛经教下，走入佛门的外道很多。哦，那这个老人家就举到了，20多年前的例子。有个大专讲座的同学。哎，很认真呢，学了几年唯识，白法名门。哦，那有一年，师大中道社请他去讲唯识，白法名门论。哦，那这一位学子啊，也是跟老和尚学的，也有来跟老和尚禀报这件事。哦，你看，跟老师禀报啊。挺重要的哦，哎，因为啊，老和尚就提醒他了，老和尚提到了白法，那是经上的名门，注意那个名字，恐怕你到那里讲啊，白法不是名门，是黑门。黑暗怎么会讲成黑暗，不是光明呢？这个白法一白法，你要讲的呢，叫人听了之后啊，开悟，这就明了。如果讲了之后啊，叫人天天在想，天天在想就变成打妄想了。哎，什么是八心王？什么是51心所？这个白法名门论呢，是有一百法其实是将呢一切万法归纳成五大类这个第一呢是心法。八大心王，那个眼识啊，眼耳鼻舌身意，还有一个第七识是莫那，第八是阿赖耶，这个是八识，这八心王，还有从这个心王啊延伸出来的心理活动。哦，他叫心王，八是心王啊，接着这心说法呢有51哦，他跟着心王出来的，就好像臣子跟着国王这样，这属于心理接下来是色法，色法有11，色法是物质。第四类呢，是心不相应行法，这个有24。那这些都属于啊，有为法啊，我们说有为啊，就是生灭的，它随时在变，叫生灭法。94种都是有为法啊，大家记不记得？《金刚经》说：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梦幻泡影，这个都是比喻你看刚刚说黄河是比喻奔马是比喻，梦幻泡影也是比喻。透过一些比喻事项啊，让我们去理解那个义理。”
哦，刚刚不是还提到吗？啊，我们都在想很多过去的事情，这是不是打妄想？大家有没有察觉自己打妄想越来越少了？哦，还是越来越多了？哦，少了才有进步啊！啊，这个修道路上不进则退哦，这个要慎重对待哦。大家有没有觉得日子过得很快啊？啊，尤其进入秋冬啊，40岁以上啊，哦，我都感觉一年在过啊。快得不得了啊！你看，2024年现在进入9月了啊，这个数字还有点陌生，它就已经跑到9月了啊，我才觉得它熟悉而已，它就给我 say goodbye 了啊。有时候这个又快一年过去了，心里想一想，我还有多少一年？哦，这个妄念有没有越来越少了？啊，极乐世界的护照办到哪个程序了这个死生四大轮回路险啊，不是开玩笑的啊，这是最后生了啊，不能再搞轮回了。哦，师父领进门了，修行靠个人了。哦，你看佛告诉我们。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，我们得放下假的，别当真了。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你看，都是金刚般若的教诲啊。哦，所以过去的刹那就已经没了，还放在心里，一直在那里萦绕，挥之不去。那不是跟自己的法身慧命过不去吗？哦，这修行要自爱呀、自爱呀、就是随顺自己的性德，不随顺妄想、分别执着。哦，那这个梦幻梦。假的了，你会不会昨天做一个梦啊？哪个同事骂你？今天呢，你到公司去骂他，你昨天梦里骂我啊？应该不会啦，因为你知道那是做梦，假的，你就不容易放心上。梦里明明有六趣呀。觉后空空无大千，所以我们所经过的，通通如梦、如幻、如泡。你看那肥皂泡一吹，几秒钟就没了，在那计较啥？在那又想控制啥？又想占有啥？想一想，不觉得自己很好笑吗？哦，你看到一个小朋友冲过去要握那个肥皂泡，你不觉得很好玩？哦，那突然看到这个景象拉回来，哎呦，那我每天想着那些过去未来烦恼，想要去控制什么人什么事，那不就跟这个小朋友啊扑过去要握那个肥皂泡一样了吗？哦，所以这个忍辱对峙嗔恚对峙情绪，忍辱当中有一个观忍，观就是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不当真，不放在心上。
不让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啊，障碍自己的清净心。啊，在一切境界要练用心如镜，把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烦恼放下。啊，怎么放？一句佛号接一句呀，不让这些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烦恼上来。那就能往真心靠近了，用心如镜啊。我们常常就是这么练，啊，练出真心来，练出清净心来，叫立誓练心。哦，所以老和尚说，最傻的人呢，就是把垃圾啊放在自己纯净纯善的心中。哦，我们听完了，不能再干傻事。哎，赶快做清理工作啊！啊，我们不能只知道清理我们家里面垃圾桶的啊，这些垃圾啊，还有一样更重要的事啊，这个心上的垃圾啊，那要赶紧处理哦。今天不处理，今天无常一来啊。铁定投胎去了，啊，强者先迁呢，就被留在心上的东西啊，迁去投胎好，般若教我们看破，进一步放下，啊，祖师也有妙法，啊，印祖说死字贴在额头上。啊，我可能下一秒就死了，心上还装这些东西干啥？赶快念阿弥陀佛，赶快只装阿弥陀佛，要装真实的，不能装虚妄生灭的。这句佛号是自信的，真实的。好，啊，所以有为法94。啊，另外六种呢叫无为法，所以合起来100。好，我讲到这里啊，大家有没有觉得头有一点胀胀的？哦，因为开始在记啊，哦，心法、心所法，哦，还要记多少啊？八、51啊，11、24、6。啊 我不知道大家记东西的感觉怎么样啊？我感觉啊，不是硬记的东西啊，哎，它好像不伤脑筋啊。你看我们古人很有智慧，还是从小啊读经，读读读，读熟了，读100遍。他基本上快背起来了，啊，然后再背100遍，就200，啊，也没有很用力啊，哎，终身记住了。好，我们看这个李炳南老师就表演给我们看了，啊，他讲经不用翻书了啊，他提到《论语》什么《诗经》什么就出来当然了，那个是附带的。这个方法的目的是什么？他一直读诵经典呢，因为他记忆力很好啊。哦，那小孩也会想事儿那你不让他读经呢？他东想西想，就去背什么？背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跑得快，就背这些东西了，可会背了。那这些东西。哎，你们去感受一下哈，啊，这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这个磁场怎么样？没啥特别磁场吧？啊，人家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，是吧？
你只要让他念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哦，让他被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举能，讲信修睦，这个磁场能一样吗？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清明，哦，而且，假如还能用，闽南话、客家话、广东话念，那更好了。哦，还有押韵是吧？念起来不得忧郁症啊！临机抽神分身，行凶经色凶，哇，还可以摇头晃脑。哦，勾不搞醒那一天，哦，你看这个经典，经典是什么？经典是佛言呢，是自性的磁场。佛真心流出来的言语呢？哦，那个加持力特别强，哦，所以孩子读诵经典呢，得到很高的加持力，哦，佛菩萨祖宗加持他，那他读啊读啊，没有乱背东西，哦，也没有乱想东西，哎，心就清净，哦，所以。我们有没有观察过啊？老和尚啊，甚至李炳南老师他们那一代人啊，你看他们20几岁的照片呢，哦，都很朴实，还憨憨的。哦，我们现在5、6岁的孩子就鬼灵精怪。哦，你看受的教育不同啊，气质不一样。哦，那他因为这样读诵经典呢，妄念少啊，心清净。哦，等到13、4岁啊，因为心地清净啊，你一跟他讲解经典，他很容易就领悟了。哦，所以古代的教学法暗合大乘佛法教育啊，大乘佛法说般若无知。无所不知，无知是清净心，不是死记硬背的，是清净心，死记硬背不清净哦。好，我刚刚跟大家说，你死记硬背看看，有没有觉得头胀胀的，脑压增加？记问之学呀。不足以为人师哦，是心自然领悟的温故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啊，我自己也有观察，啊，比方念初中，啊，我们有个同学呀，都考第一名，死记硬背啊，哦，结果头发开始掉了，那么年轻哦。然后上了高中啊，一高中考上第一中学了，很多高手啊，汇集了，哇，他压力很大，啊，我记得有一次啊，碰到他，我感觉他心理压力特别大，跟我讲话的时候，呈现出来了，手都有点抖。因为他死记硬背呀，这个不是开发性德。哦，那因为他一直在那里死读书啊，人际关系呀，他缺乏锻炼。哦，现在的词叫社恐，是吧？啊，马来西亚，你们听过社恐吗？啊，我也是最近才懂啊，哎，我有点跟不上时代啊，你们有时候有什么新的词可以，这个 pass 给我一下啊？哎，真的，我那同学真的有社恐，
然后呢，我自己另外还有观察，好，比方说我们这个同学啊，有5、6年级就开始补习了，哦，那我们都没补习啊，还到了初中啊，这个补习的同学啊，成绩慢慢就落到我们后面去了。哦，因为他们都是去补习班的，那补习老师都把一些可能会考试的题目啊、答案啊，都让他们背。他们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去学习、去提升，都靠老师，依赖老师给他整理答案，给他背。哎，随着这个年级越高啊，你的理解力要越强。哦。所以这都是我观察到啊，死记硬背啊，悟性会折损。哦，包含我接触一些同修，小时候啊不爱念书，常常在这个山里面跑，哎，结果后来遇到佛法了，40几岁哦，哎，悟性不错。学历很低呀、啊，悟性不错。哎，反而呢，遇到博士生呢、啊，我感觉、他的学习习惯就是死记硬背，讲什么东西啊，他不容易领悟。所以你很用功啊，可是你方法不对啊，有时候对自己的悟性啊，反而会有反效果。哦，所以我们今天呢，跟人家说佛法啊，你说的不好啊，本来想要利益别人啊，反而障碍别人了。哎，方式方法要对哦。哦，所以我们看到老和尚提醒他了，白法明门呢，你不要跟人家讲成黑门啊，哎。哦，所以这个白法一白法呢，你要讲的叫人听了之后开悟，这就明了。如果讲了之后叫人天天想什么是八心王，什么是51心所，那就坏了。你看这些都是大乘经教的教理哦。为什么？因为一直想就变妄想，本来众生妄想就很多了，你何忍心？哦，你怎么忍心又增加他100个妄想？所以大乘起信论里面教啊，学大乘佛法怎么学？离言说相，离语言文字相。离名字相，就是名词术语。大家有没有印象《金刚经》？佛陀说了：“若说我有说法者，即是谤佛，不能解我所说意。”哦，大家听完了，《金刚经》听完了，听而无听，听完领悟了。但心上不是背了一大堆《金刚经》的这些名词术语跟句子，真心一法不立啊！你死记东西在心上，就不是真心的状态了。这个要自己去感受哦。哦，所以不能增加了100个名词术语啊。好，哦，所以你增加了100个妄想啊，那哪里叫名门呢？这不是叫黑门是什么？明明是黑门，哦，佛讲的是白法明门，到你嘴里头啊，一讲是白法黑门，不是名门。那这样子去讲经啊，所以教下要不开悟啊，都叫做
妄想。哦，所以我常常跟大家交流的时候都说啊，我什么都没说啊，你们也什么都没听啊，好，这样最好。哦，所以清凉大师在《华严经》疏钞解释题目里就说了。哦，因为我们听教理呀，叫解嘛，叫有解无形。你对佛法呢懂得很多，有解，没有行。行是什么？你所解的理与你的行不能相应。不能融成一体。大师说啊，增长邪见。就是呢，我刚才啊，跟诸位说的意思一样。这白法，它不能把白法变成自己的智慧。变成自己的生活行为，那又增加100个妄想，就增加邪见。就觉得自己呀、懂很多。人起了一个念头啊，我懂很多。他的慢心啊，就会起来了。所以这个曾经啊，推广这些经典教育、经典读诵的这些算很早发心的老师啊，他们带学生带出现瓶颈了，跑去请教老和尚了。我们教这些孩子，他们10来岁啊，能背好多经典呢，可是怎么都不尊重父母，不尊重老师呢？他没有教他行，他没有教他孝道啊。懂了很多经典，都背过了。看爸爸妈妈不会背。看老师也背的比他少，他就瞧不起父母，瞧不起老师了，增长邪见了。所以这个大家看呢，比方说这个孝顺的人，你看他一举手一投足都是孝心流出来的。他可能念头里面呢，都没有一个什么，我要来尽孝。那个孝心呢，已经是他灵魂的一部分了，融进去了。他不是刻意要去做的。就像我们现在学佛法，不离生活，一直提醒自己。我现在要礼敬诸佛啊！我现在要布施啊，要持戒呀，不离生活，不离还是恶，就是那就不恶了。他做得很自然，根本就没有起念头，没有刻意。所以这里师长说的，这些义理呀。变成了自己的智慧，变成了自己生活行为，这样子才行了。那祖师又说了，
有形无解，增长无明。它只有形啊，那就是盲修瞎练，很用功。哎，真正在那里干，那道理不懂，方法不知道，境界一塌糊涂，增长无明。比方说，很认真念佛，但义理他不懂。哎，每天念7、8个小时，可是念啊念啊，嘴巴没念做完，但是在打妄想，口念弥陀，心散乱，喊破喉咙也枉然。念佛会这样哦，读经会不会这样？哦，那《无量寿经》读得很熟了，读啊读啊，字没有读错，但是已经在想其他的事了。所以夏莲老有提醒了，我们在用功的时候啊，不能轻忽仰视，不能轻忽了。我在念佛，我在读经的时候啊，会不会长养我的分别执着？是，你看第七识、第六识，分别执着。大家想一想，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在想着以前的事，在想着未来的事，这个心念会不会增加妄想分别执着？读经念佛是修定哦，结果我们定没有练成呢，练成照打妄想，还不会念错。哦，所以得要学一些经教啊，才知道自己在念佛读经的过程呢，有哪一些需要突破、需要提升的部分。比方念佛的时候不能打妄想，不能求快，不能求瑞相，不能求我要一心不乱，就不念过去，不念未来，就念佛的时候要把三种烦恼放下。你看，这个都是念佛过程了。念佛不是一念就一念相应一念佛哦，那不大可能哦。一念好多烦恼，三种烦恼都现前。要提醒自己摄耳谛听哦。印光祖师十念法，心里念得清楚，口里念得清楚。耳朵听得清楚，摄耳谛听，都摄六根。一发觉是过去妄想了，赶快自具分明，放下这个过去妄想，不念过去，不念未来，专念现前一句。不求一心，不能去求。我要一心不乱你越求越乱。不断妄想我一定要把我的妄想念掉你起这些念头，保证你那种状态都是用力过猛，过与不及呀。这个在菩提道上常常考试啊。过犹不及，所以不求一心，不断妄想，只要自具分明。
哦，所以念佛不是很复杂啊，我们不能自己把它搞复杂了。哦，所以你道理不懂啊，方法不知道，那可能在境界一塌糊涂，增长无明。哦，佛法讲了要解行相应，要有解有行，念佛也是如此。哦，可见得啊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们现在功夫不得力呀，很多时候是解行不相应，不相应就会学偏。哦，一学偏呢，家里的人就会觉得你怪怪的。哦，然后就搞成了家里的人想救你，因为你怪怪的，然后你又想救家里的人，哦，儒家也强调这个，博学于文，你学经典，文就是经典啊，这是解，约之以礼呀，是行。哇，你四书五经十三经啊，都读过了，可是你《弟子规》都没有做啊，《入则孝》、父母呼应勿缓都没做，这个人一定很傲慢啊！行止不端，读书无益，读那么多书，对父母都不恭敬，这个书都是不相应的。会增长傲慢而已了，心高气傲，博学无益啊！林则徐这十无益啊，都是讲根本的，没有掌握这些根本呢、啊，你所有的努力都是本末倒置，舍本逐末，不止没有好的结果，副作用很大。哦，林则徐的智慧啊，我们要珍惜啊！不能干了几十年，最后迎来的是本末倒置啊，那就很冤枉了。好，所以要有解有行啊，哦。所以希望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，不是偏重在哪一边啊，解行呢？要并重，啊，一定把你所体会到的变成真正的智慧，啊，下一段讲到了白法说的是什么？说的是宇宙人生的纲领、真相、宇宙万法的。真相啊，明了之后啊，你真正觉悟，真正觉悟之后啊，你才能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那是白法的目标。啊，我们刚刚说的94法，都是生灭的有为法，都是假的。心上不能放假的，要放真的，常住真心。啊，你让假的做主了，那就是烦恼相续不断要舍四用根，舍这些八四要用真心啊。好，那白法读了之后，还是放不下，还是看不破，那就是名副其实，增长100个妄想，增长100个邪见。哦，这是举一个例子说。啊，所以所有一切经典，你要是不会呀。禅宗常讲的，会不会？
会吗？哎，会是领会，真正的觉悟啊！你要是不会呀，那你不是增长邪见，就是增长无明。哦，那真的要会学哦，要会修。不然看起来在修行哦，不进则退哦，哦，所以这一点呢，不可以不注意哦，所以这个解也要解对哦，进一步还要解行相应哦。哦，首先这个解不能解错了。哦，比方有时候一解呢，理事不圆融了，啊，比方说孩子现在不听话，不乖了，结果有当爸爸妈妈的说，哎呀，是我功德做得不够啊，到寺庙里面多捐点钱。多去做义工啊，我的孩子就会好了。值了一个道理啊，费了什么？费了具体的事情啊。你当父母的，你是他的真善缘呢，是他的一个助缘呢。他才十几岁呀，13、14岁，你要具体就他一些不对的事情，随时给他讲解，给他引导。慢慢，他是非善恶才能判断呢、结果我们执一个道理了，啊，我去多做一些功德啊，孩子就好了。那你这个当父母的陪伴呢、责任呢、你都没有具体去事项去落实了，那就执理费事。所以大乘佛法难在哪？难在我们随时会出现执着点，自己又没察觉那是执着点，然后就开始烦恼了。啊，学佛的目的是要烦恼轻，智慧长哦。哦，这个举个例子啊，我遇到一个同修，他每天在烦恼什么呢？烦恼他的功课落了很多。请问大家，你们有没有这个烦恼？哎，真心一法不立呢？这个心每天在那里想：哎呀，我今天，这个还有200拜没有拜啊，我今天无量寿经还有3部没有读啊！大家注意哦，一个人常常在那里想：我什么还没拜啊？什么什么？请问他在处理家里的事情的时候，会不会处理好？他心脏一直挂着东西，你觉得他去处理家里的事，会处理得很好吗？你要把家里的事处理好，一定是你应无所住，你心上没有其他的事。啊，你的心像镜子一样，很清净啊。哎，然后去应家里这一些事情，大家有没有经验啊？你心里在想事的时候啊，突然人家跟你讲话，你一下还回不过神来，哦，或者心里你在挂着一件事，哦，然后人家请你去做什么事的，你在做着做着呢，你还在想那件事呢，哦，当然。最好不是去切水果啊！哎，你心里还挂个嗜好去吹水，去切水果，太危险了啊！我说把手都切到了，哎，所以儒家也讲哦，一个学
习圣教的人遇到事情不能应对的很恰当，学者遇事不能应，总是此心受病处，就是我们的心呢，有毛病了，我们的心上有东西了，你才回应事情，回应的不够圆满理想。哦，所以只有练心法，没有练事法。什么是练心之法？大要只是胸中无一事，心上没有事儿。心上没有事，才能去回应每一件事，回应的最佳状态。好，我再举几个例子啊。比方说，你今天要考试了，哇！你在写考卷的时候，你开始得失心上来了，哦，还是你要考试以前呢，筛筛筛筛到要考的最后一秒钟，你还在那里背，哦，结果呢，你一写要写考卷的时候，觉得好胀啊，脑子好胀啊，哎，那考试要考好都是什么？大学联考前一天干什么？散步、爬山、放松。哎，隔天一考试，啊，表现出应有的水平。哦，你这个明天大学联考，记呀记呀，到1点钟才睡觉，保证你明天头昏脑胀。啊，你看考试是这样哦。哎，比方说我们讲课你人家邀请你去讲1个小时然后你前一天晚上也准备到12点要去的车上还一直在想我待会要讲什么，待会要讲什么啊？你一上了台啊，好像在背稿一样的，你不会应激说法了，你的脑都是胀的。但不是说不用准备平常心，准备了也没有执着，我一定今天一定要把这些都讲出来，都是放空的，心上没事，反而你一讲，看着底下人的眼神表情，你很有灵感，讲出来都不是你昨天背的东西。准备的啦，不是死记硬背啦，准备的东西，这老和尚也讲过啊。我自己很有经验的，要去讲一堂课，你得失心有起来了啊，记了很多啊，到时候上去讲都觉得很不放松。反而你没有刻意要讲什么啊，上去了啊，念念佛，心很定。就应激去交流了，这个是跟大家提到的，胸中无一事啊，乃能事事啊，但是胸中要无一事啊，真难啊，所以有一个妙法。胸中只放阿弥陀佛，哦，那你还是清净的喽。你去应对事啊，还是能应对得很好，处理得很圆满。所以这个会吗？还是很重要。这个会吗？会修行，会护念自己的心啊，不然不会护念哦。我们本来烦恼就很多了，一学佛啊，学佛是个缘呢，本来烦恼就很多了，结果这个不会学佛啊。一接触佛法，
哇，贪心换对象，贪功德了，哦，贪法了，也是贪了。再来呢，本来个性就很急，一学佛了，哎呀，我要赶快成佛啊，我要赶快冲功夫成片呢、本来有的性格，本来有的习气呢，都在学佛当中继续增长。这个就不会学了，所以学佛会不会烦恼越来越多啊？我告诉大家了，可能超过一半了，越学烦恼越多，因为学佛不是你懂得多，学佛的功夫啊，放下才叫功夫。啊，你真的把所学的用上了，那个习气就能放下了。哦，所以这个师父领进门了，要检查检查自己的情况啊，修行靠个人了。哦，我们的强势啊，有没有减少？佛法义理懂越多了哦，越强势哦。假如没有抓到，放下才是功夫哦。哦，那佛法变成我们越来越强势的真善缘哦。哦，所以这个慧嘛重要啊。哦，这我遇到的这个同修，他就被他定的功课啊，困住了。当然哦，我觉得首先第一个，派功课给他的人哦，也不够体恤人家家庭工作状况。你给他派那么多功课，他现在的家庭工作情况根本压力好大哦，都一直在那里赶功课。哎，赶功课会不会变习惯了？哦，我讲到这里哦，你们不要起一个念头，陈德法师说不用功课，我可没讲哦，啊，我什么都没说啊，你们也什么都没听，这个只有领悟了，你去死记一个东西，拿去乱套自己，乱套别人了，都会增加自己跟别人的烦恼啦。请问每一个人的家庭工作情况，你有遇到一样的吗？双胞胎也不一样啊。为什么法无定法？法无定法不是迷糊障啊，不是模棱两可，不是的。法无定法是因为一切法都是因缘，你得客观了解它的因缘。针对他因缘状况给的建议，才是弃他的机嘛。哦啊，不然你要求很高，他说算了，我没办法了，啊，我不行，这就放弃了。教人以善，勿过高嘛，当使其可从嘛。所以你在护念别人，你要设身处地呀。给人家的建议恰到好处嘛，啊，那个尤其啊，这个功课定多之后啊，它产生了一个分别执着是什么？我在那拜佛，我在那念佛念咒啊，叫修行。哦，那请问大家，他假如理解成这样啊，他在工作的时候是什么心情？哎呀，赶快做完，我才能去修行。那你赶快做完，那工作就不是修行了。
工作就是赶快应付过去了。请问应付会不会变成习惯？我们的心就在对于修行的认知上产生了分别。哦，那个是家庭的生活，那个是工作，那不是修行。啊，我现在关起门来念咒。大拜才叫修行。你说这样的人，他要修到猴年马月，他能修得成啊？他看不到自己的分别，看不到自己的执着，那不是越修越分别，越修越执着吗？修行从哪里修啊？从根本修，心是根本啊。不能修到向上去了，心。一个人修道都不能关照我现在家庭工作的情况，我每一天到底多少定课比较恰当，他都不会反应了，不会关照了。啊，别人派一个给他，他就死在那上面了，自己不会调整了。哎，我们这个以前有一个习气叫依赖呀。哎呀，你不要说那么多了，你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吧。哦，我觉得我们这修行都是喜欢偷懒的，都不喜欢自己负责任的，都喜欢依赖别人。成了法师，你就直接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，我不害你啦。为什么？你每一天的情况、家里的情况、工作情况都一样啊，都会变呢。我给你一个原理原则，你自己掌握。我给你一个具体的，你不就拿去套？我把你套在你的生活上，你的生活一变呢，我不是。害你了，给你生烦恼了，不能死搬硬套喽。因缘随时在变，你要随因缘去调整，但是不要欺骗自己就好，是吧？明明就是懒惰了，懈怠了。不好好用功了，哦，然后就把承德拖下水了。承德法师说的，反正今天比较忙了，哦，少一点没关系了，哦，哎，所以我什么都没说啊，不要把我拖下水啊，哎，不要欺骗自己的心，哎。哦，那真的今天比较累了，好好睡觉，啊，睡完隔天把它补回来，哎，不要搞得自己精疲力竭。好，然后搞到你家里的人都要救你了啊，哦，你学的都睡眠不足了啊，家里的人要救你了，好。哦，老和尚有说啊，你学了佛了，反而你家里不和谐了，而且是因为你不和谐，你学错了啊，这需要调整了。好，哎，诸位同学讲到这里啊，有没有人有疑问的？哦，可以写上来哦，我可以下一节课啊，再给大家回应哦。啊，我们马来西亚同学都比较害羞啊，我现在点你们的名字，把你们吓坏了就不好。哦，我假如说来，我现在来请谁谁谁讲话，
下一次就没人上来了。啊，我对你们的性格有一点点了解啊。哎，好，哦，这个大家哦听了有什么疑问哈，可以再写上来。啊，当然你说我今天要突破啊，举手啊，那也欢迎。哦，欢迎你举手讲的啊。哦，所以大家看哦，啊，儒家的或者佛家的经典呢，一定不是孔子从头讲到尾的，讲讲讲，哎，可能其他弟子有什么考虑的哦，他可能跟老师有互动了，是吧？一问一答这样，嗯，哦，包含佛陀，你看这个无量寿经里面也有好多应答。好，我们看，接着师长说了，这个十二光如来啊，是念佛三昧，即心不染污，啊，心地清净啊，心里没有妄想，啊，所以故说三昧，啊，欲令凡染沉静，舍善入己也。这个染污啊，老人家常劝我们放下16个字。最严重的染污就是自私自利。我们有没有练放下自私自利？啊，从今天开始练，任何时候啊，都不要想自己，都为人想。这要练了。明文利呀、啊，五欲六尘，贪嗔痴慢，这16个字还要先放下，那就具体的可以凡染沉静，心就越清净了。这里还要提一点哦，因为现在手机太发达了，滑手机呀、啊，保证心不清净，所以心要清净啊，要守老和尚。教导他跟着李炳南老师学的那三条件，这三个条件我们不熟啊，心要越来越清净了，不容易。好，这个大家去感受感受啊，我们都是成年人了，人家强迫不了我们，啊，谁强迫我啊，我还不高兴，嗯，哎。下次就不理他了。舍善入己，放下善乱的心，心越来越，这个寂空寂了，寂静了。哦，所以凡染沉静是对凡夫说的，舍善入己呀，是对外道讲。放下很多妄想，所以四字菩萨标念佛为圆通者，这25大菩萨就是把他们如何证圆通的方法和盘托出，那大势至菩萨，是第24个。小乘七身断惑正真，全教三奇聚因满果，故说圆通。欲令速证集成，圆超直入也。这一段我们读起来。真能体会到了，就，哎呀，我们是很幸运的哦，中了佛门第一特奖哦。老人家进一步解释了，静与极呀，是修行的关键。
要把关键抓到哦。静就是清净心，心离一切杂染，心就清净了。即呢，是离一切分别妄想。即就是定，啊，这叫念佛三昧。我们刚刚提到啊，成年人呢不能被勉强。大家有没有去感受一下？啊，我们滑手机呀，你看你眼睛一看这些东西，可能今天你又会冒这些东西。甚至于过了几天又冒这些东西，心能清净吗？你阿赖耶识又种了那么多种子进去，要自爱哦，要忍住哦，要知止哦，要在境界上呢做得了主哦。我们都是，我看上去都是秋冬的年纪了哦，不能让时光再划过去了哦，要分秒必争，老实念佛啊，老实听话，真干哦。小乘七身断惑证真，这是讲小乘阿罗汉，他修行啊。非常的辛苦，时间也很长。七生啊，从什么时候算呢？不是说今天你开始学小乘，从今天算起，哦，不是这样，它是从证得小乘初果算起。啊，如果没有能够证得初果须陀洹。那以前都不算。证得小乘须陀洹果，必须要将三界88品见惑断尽，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这个断是顿断哦，不是慢慢断这个难度啊，佛比喻了，瞬间把40里的。物流截断，哇！你看那40里的瀑流有多少水流量啊？那可是比喻啊，我们无始劫轮回啊，多少这些烦恼啊、贱货啊，抽刀断水，水更流啊，止不住啊，所以很不容易哦。甚至于可以说啊，我们现在靠自己的能力要把88品见惑断，几乎不大可能。所以末法意义人修行，罕易得道。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啊，要靠念佛法门啊，要靠阿弥陀佛愿力把我们接出去啊，我们靠自己。断见惑很难很难，真的体会到了，死心塌地念阿弥陀佛啊，感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啊，救命之恩呐、啊！不然我们只有轮回的份啊。哦，所以这。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从这个断境以后啊，天上人间7次往返，才能把三界81品失惑断尽，才能超越三界证得阿罗汉果。但是还没有见性，所以小乘难。好，哦，有同修，哦，有提到，
啊，这个解行并重的行啊，比方说啊，《弟子规》说的，哎，亲所好，力为具，这是一个义理。行呢？哎，那我父母真的希望我，哎，身体方面注意什么？啊、哦，我家庭、夫妻呀、啊，啊，对孩子教育应该怎样比较好？这都是父母对我的希望啊，亲所好嘛。哎，我具体去做了，这个叫行啊。哎，父母叫我别熬夜了，我不熬夜了，行了吗？哦，让我带孩子不要溺爱喽。啊，吃饭的时候啊，哎，要让孩子懂得尊敬长辈啊，给长辈夹菜啊，而不是长辈给他夹了。这个就是亲所好，力为具啊，去落实了。哦，老和尚教的"念念为他人着想"，这个是个理呀。怎么行？哎，我现在遇到每一个人，哎，我就开始替他想。今天哦，我现在在德国啊，降温了啊，冬则温。哎，关心一下你，今天降温了，哎，你穿得够不够啊？这个是具体就关心人。哦，哎，生活上的关心，心理上的关心，都是啊。哦，这个就是行了。哦，你看礼敬诸佛，这是个礼呀、啊。菩萨行呢、啊？我们知道礼敬诸佛这个道理了。哎，我怎么去行呢、啊？哎，怎么礼敬人？怎么礼敬事？怎么礼敬物？哎，礼敬事，我认认真真去做，那你也要真的有尽了力了，你就是去行了。好，啊，对人都恭敬，啊，不会啊，产妇交品，厌恶喜新。哎，都是啊，都从真实心中做，啊，上敬下和，对上恭敬，对下也很和气，啊，你不能对下的，哦，哎，你处在上面呢，使全力了啊，都让底下人干得累得要死，你自己都没有身先士卒。这样也不妥，那个都不算礼敬，都不算，一切从真实心中做了。哎，我们还没学佛以前，有很多习气哦，一不小心它就冒起来哦。虽然我们现在学的经教哦，但是以前的习惯的力量还是强。哦，那这个同学他马上发上来，啊、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刚讲解形相讲半天，他还是没听懂，呵呵，这还是我的问题哈。好、哦，哎呦，好多同学打破哎害羞的个性啊，哦，现在都发上来。但是还是不敢当面讲啊，发到群组里面。好，哦，对，哦，刚刚有一个同学反思，妈妈都叫他不要熬夜，他没有做好，结果现在呢，啊，他劝他的孩子晚辈啊，人家也不听他的。
这叫果报现前，有因果的啊，自己没做好，你看上行下效啊，人家也听没事啊。啊，从前种种，过去了；从后种种，譬如今日生。啊，你现在好好做了，啊，晚辈就被你感动了啊。好，哦，所以这个小乘呢，要修到阿罗汉果不容易啊，但是也还没见性啊。全教菩萨呢？要修三个阿僧祇劫，哇，那这三个阿僧祇劫从哪里算起呢？也是从小乘须陀洹算起。啊，要证道出国就不容易哦，从这里才开始算。啊，总是要先要断88品见惑，你才证得位不退。啊，从这个时候算起。三个阿僧祇劫才能成佛，成什么佛？藏教佛啊，藏通别圆理头的藏教佛。三个阿僧祇劫成藏教佛，这是因缘果满，这才叫做圆通。这个还没见性啊，所以这个圆通水准很低。最起码的圆通，哦，所以欲令速证即成呢，圆超直入。所以我们修念佛法门，不必像小乘那样天上人间7次往返，也不必像全教菩萨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，我们这个事情啊，一生就成就。而且是圆满不可思议的成就，这桩事情啊，必须要深入净土经论，你才能够明了。我们前面几堂课都有提到一个啊，觉明妙行菩萨啊，西方确子就是他的教导。很多教诲我们也很熟悉啊，不怀疑、不间断、不夹杂。他念了7天，不是修一生哦。你看这个法门，真的是圆超直入啊。他也印证了他大势至菩萨的教诲啊，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。他念了7天。阿弥陀佛现前，给他一说法，他就证得法身了。你看，都超过这个藏教佛、通教佛，通通都超过去了。而且他们还得证出果，还要三大阿僧祇劫才到藏教佛啊！啊，觉明妙行菩萨念7天就入了圆教法身的境界哟。哦，所以祖师说这个法门就静中静又静啊，最快成就的方法了。第一个静就是比小乘快，第二个静呢是指禅宗，大乘里面禅宗是顿法。第三个静就是持名念佛啊，是。若能但念阿弥陀，是名无上甚妙禅。哦，阿弥陀佛是我本觉，起心念佛方明始觉，托彼依正显我自心，十本不离，直趋觉路，直趋最快的方法。哦，我们中了佛门第一特奖啊！赶快去兑奖，老实念佛啊，很快就烦恼轻了，智慧长了。哦，在以往啊，讲深入净土经论呢，那不是容易事情。为什么？你要不通达半部大藏经，
净土经论呢，你没有办法通达。所以通达净土不容易，这真正是难信之法。净土经呢，是佛果地宣讲的经啊，唯佛与佛乃能知啊，声闻意解思佛智，尽其神力莫能测。啊，如来功德佛自知啊。所以我们看净土经都是佛说，阿弥陀经，佛说观无量寿经，哦，佛说。啊，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，那现在是印刷术发达，典籍容易收求。我们最近编印的黄念祖居士的《无量寿经》的注解的非常完备，非常的稀有难得。我们讲到这里啊，诸位同修，我们有没有每天翻？哎，知道稀有。解跟行还没有相应 哦，你知道他稀有，真知道了，不用人家推你了，你欲罢不能了。哦，大家有没有念佛念到欲罢不能？还是每天要人家催你多念佛了？哦，所以《无量寿经》经文并不长。这一本呢，我们印出来是900多页，将近1000页，啊，这么大的著作啊。同时，我们这次重新编排净土五经读本，典籍就非常完备，净土的经典都把它汇在一起了。《无量寿经》有9种不同的版本，《弥陀经》啊，哦，有3种。再加上大势至圆通章、华严经、行愿品、往生论、观音四字受记经，通通收集在一起，我们装订成一册，一共有400多页。这是净土最完备的经典，非常有利于净土弘扬。在过去弘扬净土啊，经典不完备，这是很大的障碍啊。现在。这个，万般皆具啊，只欠东风。什么是东风啊？就欠我们发愿，发愿来弘法啊，请佛住世，不是请别人啊，要请自己了。啊，马来西亚有全球最多。净宗学会的国度啊，你还要请别人来带动啊，那不应该了。大家一起努力啊，你们处在南方，赤道是南方，南方世界永祥云，南方表智慧。哦，大家应该用净土经的智慧来照亮全球啊，照亮众生。好，今天跟大家交流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一起念回向文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阿弥陀佛。